双法强硬魔抗。我先问一下，这样还好，不算特别亏。他先攻没触发，慢慢来吧。但是他手长还是优势 ，A 了我们三下加两个 Q， 不够赚啊。这两天肯定学 E 了，E 能反伤害，大概率会学 E。抓不到我，这豹女什么意思啊？豹女怎么不买装备啊？我靠，演员啊！兄弟啊，你这抓人有点奇怪，你第一时间不为啥不上？他在草里，你怎么走出去干嘛？别怕，哼，演员啊，哥，是这么好的事情啊？死的是你、啊、Solo kill 啊，暴你也都不爽，暴你在下都挂机了，离谱就跟他换血无所谓的，他一会就玩不了。我们这个六级了，我准备好了，请他吃鱼啊，说 A 一下 E 起来踩一下，来个 E A W 带走，简单的一波击杀。我是不是少吃了一层肚子啊？我靠，应该吃到了吧？应该吃到了。想看戏法吗？剩个八级等个定音。带走。整个电信绝对的安全啊！哎，我刚想看什么来着，哇，我准备好了，去捡点人头怎么样？给把那Medi给杀了。
哎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哎，你不去中路吃线吗？哎，你去中塔。好快的他。给我的吗？OK， 我来去。还是跟个 Q 吧。你去下也行啊，我都来了，你来了，我去哪里？还有踢的应该。这个装备挺好的，我想试一下。竟然还有大，没用，不好意思，跟我作对没好下场啊。拉开给他烫了就可以了。不让你打死，我觉得再带一波吧，这波来他没大招。也不是很怕的。来，卢登的实力，一条命打到三条命，跟玩一样，各位。左手，左手是我师傅呀，我自封的。左手我的师傅，哎，我没回家。300块。对面上票了，出去举报一手是豹女，一级推销的送，一级推销的送，没数值，永不动摇。和平。还不点？我哟！永不动摇。武德。Shut down.
不折磨对面了，说什么一波上了。哥们，就我跟辅助在推塔。有人来。这个塔一直不降的打我，水英雄，好吗？来来来，一条命打你们，打你们无数条命。直接杠你，直接杠你还是 OK 的。永不动摇。OK。